着七八年跻身成长的日本人气动漫《美少女战士》，先前是推出了《美少女战士 2.5 次元音乐剧》哦。那么在这个东京、巴黎、纽约都造成了轰动。今年四月，他们将来台开唱。那么也可以看到这个音乐剧的剧照，各个演员呢都是尽力的还原漫画的模样，期盼粉丝能够有身临其境的感受，陪伴大家回忆童年时光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